Hallo, we zijn in IKEA in China. In het Chinees heet dat. I jia jia ju, I betekent meubel, jia jia huis en ju betekent wonen. We gaan even kijken wat de Chinezen ervan vinden. Ja, maar het is er druk, hè? We zijn in China. Heet ze van Shufu, hè? Ni hao, xiao peng you. Ni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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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人民币，怎么样？肯定要考虑一下。对，比较贵呀。我也觉得。好。请问，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沙发好不好啊？舒服吗？你要不要自己来感受？什么？我说你要不要自己感受一下？啊，你们是一对吗？你看看，不像吗？不像。不像。结婚了没有？没有。你们会结婚吗？这个。可能吧。那结婚以后，这个沙发可以卖呀？太小了。太小了是吧？哦，好，谢谢。This would be just one. Choose your favorite.请问沙发怎么样？沙发好吗？还行。舒服吗？可以，就是矮了一点。矮一点啊？啊，我会试一试。嗯，我来。我不是卖东西的。我不是卖东西的。你不是买东西的是吧？对。啊，我觉得还好啊。我才拍视频。哦，就是沙发还行。所以不觉得？对，可是比较矮，是的。就矮了一点，前面那边有。啊，那我去看一下。啊，好好好，好，谢谢。请问，这种船对照顾孩子好不好啊？可能有点太软了。太软了是吧？对。因为是西方的是吧？对。比中国的软。要软很多。是啊。我也觉得中国的那个硬的，我觉得好啊。硬板床睡得舒服。舒服一点是吧？腰更舒服。是是是，孩子觉得呢？他也应该是因为他的骨骼正在生长过程中嘛，还是硬一点好。也是硬的。对对。好的。你听明白了吗？你明白吗？没见过叔叔吗？哦，好可爱呀、啊。你要睡了。请问船怎么样？蛮好的。蛮好啊，这个呢？真的就是价格太高，但是。价格太高是吧？哎，价格太高。这个多少钱？149。嗯，挺舒服的。一般来说，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在中国？一般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话，物价的话，80-90块钱一天。哦，基本上消费就太贵了，是吧？哎呀，价格太高了。是的，140。请问，孩子在睡觉吗？啊，对对。那这个床应该不错。这个床还可以，还可以。你们会买吗？我们不买。不买呀？不需要。啊，不需要是吧？这么可爱。En er zijn ook dingen die je bij ons niet kunt vinden, zoals Chinese lepeltjes.